刚才所有人的眼神里面透露着意犹未尽，这两个都是真神级的人物，今天他们来我们不能轻易的让他们走，我们现场就来一把，按照国际万里比赛的规格和游戏规则现场较量一下，新老力王之间的较量，好不好？点到为止，来有请我们的国际级裁判上场，来也做个自我介绍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周亮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哈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双方准备啊，肩膀调直啊，肩膀调直，调直啊。是国际级的比赛，手腕打直，手腕打直啊。向中线，听我口令啊 ，Ready go。这种情况在这个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，双方力量悬殊不大，都会产生这种效果。双方脱手之后呢，我会用这个绑带将双方。也不要不服气，对吧？术有专攻，跟专业的万里比，我们还是差的很多。是。但是我相信，经过我们的训练也相信也可以去挑战一下。再次掌声送给新老两届的力王！哇，太精彩了！也谢谢我们的国际级裁判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赶快去后台休息一下，好吗？